先看视频。堂客就是团团团着走，三步一串他妈两啊两回。总感觉自己不够沙雕而感到自卑。下一个。堂客就是团团团着走，三步一串他妈两啊两回。怎么走着走着还丢了些人呢？下一个。什么叫堂客？哎，记住了，堂客就是趟着走，趟着走，挺胸收腹，把腿抻起来，啪啪。堂客就是趟啊趟着走，三步一窜，那么两啊两回头，步一下摇，那么六步一招手，然后你再趟啊趟着走，这叫堂客。网友问老师这是什么，鬼子进村吗？下一个。堂客就是堂啊堂着走，三步一串那么两啊两回。网友说瞅你们四个跟手机信号似的，